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磁场、磁感线。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著作里，已经有关磁石的记载和描述。指南针是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12世纪初，我国已将指南针用于航海。宋永池罗盘者就记录了这个科技史实。同学们，你是否感受到，在日常生活中，凡是用到电的地方，几乎都有磁现象相伴随？你知道电和磁有着怎样的联系吗？人们很早就发现，电和磁之间有很多相似的特征。自然界的磁体总是存在两个磁极，自然界同样存在两种电荷。同名磁极，同种电荷相互排斥；一名磁极，一种电荷相互吸引。电和磁的这种相似性，是否意味着它们有某种联系呢？但是，直到19世纪初，许多著名的物理学家，如库隆、安培、托马斯·杨，都认为电和磁是互不相关的两件事儿。不过，在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随着人们对摩擦生热和热机做功等现象认识的深化，人们发现自然界的各种运动形式之间均存在着相互联系并相互转化。那么，电和磁之间是否也存在着某种联系呢？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坚信电和磁一定有联系，他做了大量的实验，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最终发现了电和磁的联系。他是发现电磁联系的第一人，他的发现震动了当时的整个科学界，推动了电磁学的发展。为此，安培先生写道：“奥斯特先生已经永远把他的名字和一个新纪元联系在一起了。”下面我们一块来回顾一下奥斯特先生的这个著名的实验吧。这是演示奥斯特实验的电路图，电源正极与红色导线相连，电源负极与黑色导线相连，直导线平行小磁针并置于小磁针的正上方，闭合开关，小磁针发生偏转，请同学们注意偏转的方向。调整电源和导线的位置，直导线中的电流方向将反向。闭合开关，小磁针向相反的方向偏转。通过实验，我们看到电流对磁体有力的作用，电流具有磁效应。电流对磁体的力的方向与电流的方向有关。既然电流对磁体有力的作用，那么磁体对电流是否也有力的作用呢？我们把方形线框的一部分放入梯形磁体的两极间，接上电源，请同学们仔细观察实验。闭合开关，线框向右摆动，改变线框中电流的方向。闭合开关，线框向左摆动。通过实验说明，磁体对电流也有力的作用。既然磁体和磁体之间，磁体和电流之间都有力的作用，那么电流和电流之间是否也有力的作用呢？这是探究电流间相互作用的仪器，请同学们仔细观察实验，寻找答案。左侧为电源的正极，右侧为电源的负极，此时两根导线串联，按下红色的开关键后，会形成如图所示的电流，
两根导线中的电流方向相反。现在按下开关键，两根导线相互排斥，改变电路，使两根导线并联。按下开关键后，会形成如图所示的电流，两根导线中的电流方向相同。现在按下开关键，两根导线相互吸引。通过实验说明，电流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作用。同方向的电流相互吸引，反方向的电流相互排斥。通过前面的实验，我们知道，磁体和磁体之间，电流和磁体之间，电流和电流之间均存在着相互作用。那么，它们的相互作用是怎样发生的呢？其实，正像电荷间的相互作用是通过电场发生的一样，它们间的相互作用是通过磁场发生的。磁体和电流的周围存在着磁场。初中的时候，我们学过各种磁体的磁场和通电螺线管的磁场。高中我们将学习奥斯特实验中的直线电流的磁场和环形电流的磁场。磁场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与电场类似，都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客观存在的物质。那么，我们如何感知磁场的存在呢？我们再从磁场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前面的实验。磁极之间相互排斥或者相互吸引，是因为它们互相放在对方的磁场中。小磁针之所以会偏转，是因为它放在电流的磁场中。线框之所以会被弹出，是因为它放在磁体的磁场中。电流之间相互排斥或者相互吸引，是因为它们相互放在对方的磁场中。很显然，磁场对放入其中的磁体和电流有力的作用。我们可以通过研究磁体或者电流受力来研究磁场，来感知磁场的存在。那么，我们如何形象地描述磁场呢？初中的时候，我们就学习过，把小磁针静止时 n 极所指的方向规定为该点的磁场方向。小磁针红色的磁极为 n 极。小磁针可以自由转动。小磁针静止时 n 极的指向，其实就是小磁针 n 极的受力方向。同学们，下面我们通过实验来回顾一下初中的时候，我们是如何研究磁体的磁场的。在磁体的周围存在着磁场，在磁体周围放上小磁针。可以检验磁场的存在、磁场的方向以及磁场的强弱分布情况。铁屑在磁化后就是一个个的小磁针，在磁体上放上一块玻璃板，把铁屑撒在玻璃板上。轻轻敲击玻璃板，铁屑重新分布后，就可以看到磁体周围磁场的情况了。通过实验，大致可以看出条形磁体周围磁场的方向和磁场的分布。我们沿着磁场中细铁线画一些曲线，使曲线上每一点的切线方向都与那一点的磁场方向一致，我们把这样的曲线叫做磁感线。
正像在电场中我们用电场线形象地描述电场一样，在磁场中我们用磁感线来形象地描述磁场。同学们，请你试着画一下条形磁体的磁感线吧。这是课本上给出的条形磁体的磁感线。磁感线上任意一点的切线方向都反映了那一点的磁场方向。观察磁体的两极，磁感线较密。再看右图，在磁体的两极，很多铁线被吸引到离磁极更近的地方，说明磁体的两极磁场较强。两图对比，不难发现磁感线的疏密可以表示磁场的强弱。我们画的磁感线是一个平面上的磁感线，实际上在磁体周围的所有空间内都有磁场存在。这是圆柱形条形磁体周围磁感线的空间分布图。下面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研究电流的磁场。首先我们研究奥斯特实验中的直线电流的磁场。黄色的线框圈出的部分是我们要研究的直线电流。接下来请同学们仔细观察实验，思考并总结直线电流的磁感线的特点。玻璃面处在垂直于直线电流的一个平面上，在玻璃面上撒上铁屑，在导线里通上电流，敲击玻璃板，铁屑形成了一系列的同心圆环。由此可见，直线电流周围的磁感线是以导线为中心，垂直于导线的一系列同心圆。通过实验，我们发现直线电流的磁感线是垂直于导线的一系列同心圆。在导线的周围任意的位置放置一个小磁针，小磁针静止时 N 极的指向就是那一点的磁场方向。结合磁感线的形状和小磁针静止时 N 极的指向，我们就可以画出直线电流在玻璃板平面上的磁感线的分布图。可以看出，电流的磁感线是一系列的同心圆。改变电流的方向，根据前面的奥斯特实验可知，小磁针静止时 N 极的指向将反向，可见磁场的方向是由电流的方向决定的。那么我们能否用简洁的方式描述直线电流的方向跟它的磁感线方向之间的关系呢？我们可以用手势来表示它们的关系，用右手握住导线，让伸直的拇指所指的方向与电流的方向一致，弯曲的四指所指的方向就是磁感线环绕的方向。这个规律最早是由安培发现的，因此叫做安培定则，又叫右手螺旋定则。这是直线电流周围磁感线的空间分布图。直线电流的磁场和直线电流总是相互垂直的，而我们在平时研究问题的时候，经常需要画平面图来表示电流和磁场的这种关系。我们经常用纸面或者黑板面来表示水平面或者竖直面或者其他的平面。
为了表示出和纸面或黑板面垂直的关系，我们来做一个约定。用点来表示垂直纸面向外的方向，用叉来表示垂直纸面向里的方向。它们既可以是电流的方向，也可以是磁场的方向。接下来，请我们结合立体图来画一个俯视图吧。导线的横截面用圈来表示。从上往下看，电流的方向垂直纸面向外，用点来表示。电流的磁场是平行于纸面的同心圆，方向为逆时针方向。接下来，我们结合直线电流磁感线的空间分布图来画一个正视图。电流的方向竖直向上，电流右侧的磁感线垂直纸面向里，用叉来表示。电流左侧的磁感线垂直纸面向外，用点来表示。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小练习，来熟悉一下直线电流的安培定则。直导线平行置于小磁针的下方，可以认为是正下方。请同学们判断通电后小磁针的偏转方向。要想判断小磁针的偏转方向，需要知道通电后小磁针所在位置处的磁感线方向。这是直线电流磁感线分布的正视图，可以看出小磁针所在位置处的磁感线垂直纸面向外，小磁针的 N 极受力向外， S 极受力向里。从上往下看，小磁针将逆时针旋转。事实是否如此？请开实验。闭合开关，小磁针逆时针转动，可见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接下来，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研究环形电流的磁场。这是环形电流在某一截面上的磁感线分布图。请同学们仔细观察这两幅图，你能发现什么呢？可以看出，环形电流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小段一小段的很小的直线电流串联而成。我们判断出每一小段直线电流的磁感线分布，叠加后就可以得到环形电流的磁感线分布。同学们，请你试着画一下它的正视图吧。这是它的正视图，可以看到环形电流的内侧磁感线均为垂直纸面向外，外侧均为垂直纸面向里。这是环形电流磁感线的空间分布图。由图可以看出，环形电流轴线上的磁感线方向沿着轴线方向。那么，我们能否也找到简洁的方式表示环形电流的方向和它的磁感线方向的关系呢？初中的时候，我们就学习过通电螺线管的磁场，用右手握住螺线管，四指环绕的方向指向螺线管的电流方向，大拇指所指的方向为通电螺线管的 N 极。通电螺线管可以看作是很多张环形电流串联而成，所以它们俩磁场的判断方法是一样的。环形电流轴线上的磁场方向沿着轴线方向，所以螺线管轴线上的磁场方向也沿着轴线方向。
他们俩的安培定则可以这样表述：右手弯曲的四指与环形或螺血管电流的方向一致，伸直的拇指所指的方向就是环形电流或螺血管轴线上的磁场方向。这是通电螺血管磁场中铁线的分布情况。仔细观察发现，在通电螺血管的外部有磁场，内部也有磁场。内部的磁感线较密，内部的磁场较强。为了研究电流的磁场，我们学习了两种不同形式的安培定则。在直线电流中，用伸直的大拇指表示电流的方向，弯曲的四指表示磁感线的环绕方向。在环形电流中，大拇指指向轴线上的磁场方向，而四指的环绕方向指向电流的环绕方向。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练习来熟悉一下安培定则。请判断下面导线中的电流方向。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答案吧。直线电流的方向为竖直向上，环形电流的电流方向从前向后看为顺时针方向，通电螺线管中的电流方向从左向右看也为顺时针方向。同学们，你做对了吗？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知道磁体和电流都能产生磁场，那么它们的磁场有联系吗？请同学们阅读必修三107-108页科学漫步栏目，看看安培是怎么想的。安培认为，在物质内部存在着一种环形电流，分子电流。分子电流使每个物质微粒都成为微小的磁体，它的两侧相当于两个磁极。安培的分子电流假说可以解释磁化和退磁现象。安培认为，磁体的磁场就像电流的磁场一样，都是由运动的电荷产生的。同学们，你的想法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对这节课做一个小结。今天我们研究问题的总体思路和方法是用磁感线来描述磁场。通过磁感线描述磁场，我们体会用形象化的手段描述抽象的物理概念。这种方法我们在以前也学过，比如在电场中，我们用形象化的电场线描述了抽象的电场。今天我们学习的主要内容是电流的磁场。我们从熟悉的磁体的磁场入手，学习了如何画出磁感线，进一步研究了直线电流、环形电流和通电螺线管的磁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习了安培定则的两种不同表述，学会了用简洁的手形语言来描述物理规律，学会了立体图向平面图的转化。同学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再见。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第161中学的杨柳老师。这节课我们一起学习磁感应强度、磁通量。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磁体之间、通电导线之间、磁体和通电导线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通过磁场发生的。和电场类似，磁场看不见、摸不着，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客观存在的物质。磁场有强弱之分，比如实验室中的条形磁体能吸起小钢球，而巨大的电磁铁能吸起成吨的钢铁。实验中我们发现，同样的小磁针，
放在条形磁体不同的位置，小磁针的指向不同，这说明磁场有方向。为了定量地描述磁场的强弱和方向，需要引入一个新的物理量——磁感应强度。怎样定量地描述磁场的强弱呢？磁场看不见、摸不着，我们如何研究呢？之前做过类似的研究吗？我们之前研究过电场，电场和磁场类似，看不见、摸不着，我们是如何研究的？电场看不见、摸不着，我们可以利用它的性质去认识它、研究它。我们利用了电场的性质，对放入其中的试探电荷有利的作用，引入试探电荷，通过分析试探电荷在电场中的受力情况，引入了电场强度这个物理量，用它来描述电场的强弱和方向。对试探电荷有什么要求呢？试探电荷是为了研究原电荷电场的性质而引入的，它的引入不能改变原电荷的电场，所以这个电荷应该是电荷量和体积都很小的点电荷。我们发现在电场中的同一位置，不同的试探电荷受到的静电力不同，但试探电荷所受静电力与它电荷量的比值是相同的，而在电场中的不同位置，这个比值一般是不同的。这个比值与试探电荷无关，它反映了电场在各点的性质，我们把它定义为电场强度。电场强度的方向是如何定义的呢？物理学中规定，电场中某点电场强度的方向与正电荷在该点所受静电力方向相同。借鉴电场的研究方法，同学们思考一下，我们如何研究磁场呢？我们可以利用磁场的性质，对放入其中的磁体通电导线有利的作用，在磁场中引入磁体或通电导线，让它们去感受看不见、摸不着的磁场。通过磁体或通电导线在磁场中的受力情况，去描述磁场的强弱和方向。其实，这样的研究方法我们在初中就在运用了。请大家回忆一下，初中物理课本中我们是如何定义磁场方向的？物理学中把小磁针静止时北极所指的方向定义为该点的磁场方向。小磁针有两极 ，N 极、S 极受力方向相反，但那一点磁场的方向是唯一的。物理学中规定，小磁针静止时 N 极所指的方向即 N 极的受力方向为该点的磁感应强度的方向。接下来我们来研究磁感应强度的大小。我们利用小磁针的受力情况描述了磁感应强度的方向，可以利用它的受力情况来定义磁感应强度的大小吗？用小磁针可以判断空间某点的磁场方向，但是很难对它进行进一步的定量分析，也就不可能确定磁感应强度的大小了。那怎么办呢？磁场除了对磁体有作用力，还对通电导线有作用力。如果以通电导线作为磁场的检验物体，导线中电流的大小、导线的长度都是可以测量的，从而可以进行定量的研究。看来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是有的。对引入的这一段通电导线有什么要求呢？通电导线的长度要很短，便用它来研究磁场各点的性质。物理学中把很短一段通电导线中的电流 I 与导线长度 L 的乘积 IL 叫做电流源。但是要使导线中有电流，就要把它接到电源上，所以
孤立的电流源是不存在的，是理想模型。实际中我们仍要使用比较长的一段通电导线，那怎么办呀？如果我们要研究的那部分磁场强弱方向都一样，我们就可以使用比较长的一段通电导线，从结果中推知电流源的受力情况。看来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是有的。接下来我们通过实验去研究通电导线在磁场中的受力情况，寻找磁感应强度大小的表达式。在研究之前，我们先猜想一下，通电导线在磁场中受力可能与哪些因素有关呢？同学们猜想，通电导线在磁场中受力可能与通电导线的长度、导线中电流大小以及导线在磁场中的放置方向有关。我们选择最简单的情形，导线垂直于磁场方向放置，研究受力与导线长度和导线中电流大小的关系。那么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要运用控制变量法，保证通电导线长度一定的情况下，研究通电导线受力与电流的关系，保证电流一定的情况下，研究通电导线受力与通电长度的关系。实验的思路基本确定了，请大家思考一下，我们需要测量哪些物理量，如何测量，需要哪些实验仪器呢？需要电源、开关、强弱方向都一样的磁场，滑动变阻器用来调节电流的大小。我们可以通过改变接入位置来改变导线接入电路中的长度。电流表测量电流大小，导线长度可以用刻度尺来测量。还需要测量通电导线在磁场中受到的力。如何测量呢？弹簧测力计可以用来测量力的大小，但不适用于这个实验。有没有别的办法呢？当直接测量某个物理量遇到困难时，我们能不能想办法间接测量这个物理量呢？之前的学习中有类似的情形吗？在研究电荷之间相互作用力与哪些因素有关的实验中，我们利用旋线偏离数值方向的角度来比较小球所受作用力的大小。为什么角度可以比较力的大小呢？对小球受力分析可得 F 等于 mg tangent 的 theta。 当小球重力一定时， F 与 tangent 的 theta 成正比，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角度来比较力的大小。上节课我们做过这样一个实验，把一段直导线悬挂在提形磁体的两极间，通以电流，导线会移动。对导线受力分析可得 F 等于 mg tangent 的 theta。 导线重力一定时， F 与 tangent 的 theta 成正比。当 theta 角较小时， tangent 的 theta 约等于 theta， F 约等于 mg theta。 那此时 F 与 theta 成正比，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旋线偏离数值方向的角度来比较通电导线在磁场中所受的力。解决了如何测量力的问题，我们来介绍一下实验仪器。三块相同的提形磁体并排放置，上面是 N 极，下面是 S 极，可以认为磁极间的磁场是均匀的。磁极间的磁场方向可以认为是相同的，从 N 极指向 S 极，从上向下。把一个金属框悬挂在两磁极间，我们要研究的这一段通电导线，其放置方向与磁场的方向垂直。导线与电源相连时，当有电流通过，导线带动指针摆动一定角度，摆动角度的大小
可以比较导线受力的大小。电流的大小可以通过滑动变阻器调节，用电流表来测量。分别接通一二三中任意两个接线柱，可以改变导线通电部分的长度。比如接二三接线柱，导线通电部分的长度为 L， 接一二接线柱，导线通电部分的长度为 2L， 接一三接线柱，导线通电部分的长度为 3L。 请大家准备好任务单中的表格，我们观看实验视频并记录数据。我们首先研究通电导线受力与电流的关系，保证通电导线接入电路中的长度不变为 3L。 闭合开关，当有电流通过时，导线受力带动指针摆动一定角度，调节滑动变阻器改变电流。我们观察到电流逐渐增大的过程中，导线摆动的角度随之增大，说明导线受力增大。当电流为 0.45 安培时，导线摆动的角度为一格。请大家将数据记录在任务单上。继续增大电流，当电流为 0.91 安培时，导线摆动的角度为两格。继续增大电流，当电流为 1.40 安培时，导线摆动的角度为三格。继续增大电流，当电流为 1.92 安培时，导线摆动的角度为四格。接下来我们研究通电导线受力与导线接入电路中长度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要保证电流不变，此时导线接入电路中的长度为 L。 闭合开关，导线受力摆动的角度为一格，此时电路中的电流为 1.40 安培。请大家将数据记录在任务单上。改变导线接入电路中的长度，此时长度为 2L。 调节滑动变阻器，保证电路中电流仍为 1.40 安培，此时导线摆动的角度为两格。继续改变导线接入电路中的长度，此时长度为 3L。 调节滑动变阻器，保证电路中电流仍为 1.40 安培，此时导线摆动的角度为三格。通过实验我们发现，当导线通电部分长度不变时，电流越大受力越大，力与电流的比值近似相等。当电流不变时，导线通电部分越长受力越大，力与通电部分长度的比值近似相等。力的大小既与电流成正比，又与导线的长度成正比，那么是否可以说明通电导线受力与 I 和 L 的乘积 IL 成正比呢？实验数据表明，通电导线在磁场中受力与 IL 的比值近似相等。分析了很多实验事实后，人们认识到，通电导线与磁场方向垂直时，它受力的大小
既与导线的长度 L 成正比，又与导线中的电流 I 成正比，即通电导线受力与 I 和 L 的乘积 2L 成正比。在磁场中的同一位置，不同的 I、L 受力不同，但这个比值是相同的。在不同的磁场中，或是非均匀磁场的不同位置，这个比值一般是不同的。这个比值与 I、L 无关，它是由磁场中某点的性质决定的。看来这个比值正是我们要寻找的描述磁场强弱的物理量——磁感应强度。物理学中把在磁场中垂直于磁场方向的通电导线所受的力 F 跟电流 I 和导线长度 L 的乘积 IL 之比定义为磁感应强度。磁感应强度用大写的英文字母 B 来表示，定义式为 B 等于 F 比上 IL。 和电场强度一样，磁感应强度也是通过物理量之比定义的新物理量。有的同学可能有疑问了，如果通电导线不是垂直于磁场方向放置呢？后续的学习中我们会讨论相关的问题，大家也可以在课下自己先查阅资料了解。按照磁感应强度的定义式，磁感应强度的单位由力、电流、长度的单位决定，是牛每安培米。为了纪念美国的物理学家特斯拉，我们把磁感应强度的单位命名为特斯拉，简称特，符号是大写的英文字母 T。 一特斯拉等于一牛每安培米。课本中列举了一些磁场的磁感应强度，大家可以课下阅读了解，还可以通过查阅资料了解其他磁场的磁感应强度。我们知道电场强度是矢量，若空间中存在多个电场，空间某点电场强度的叠加遵循矢量的运算法则，平行四边形定则。同样磁感应强度也是矢量，若空间中存在多个磁场，磁感应强度的叠加遵循矢量的运算法则，平行四边形定则。请大家打开任务单，如图 AB 是两根通有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电流的直导线，请大家尝试在任务单上画出它们连线的中垂线上地点的磁感应强度的方向。利用安培定则，我们可以判断通电直导线 AB 磁感线的环绕方向。进一步判断 AB 在地点的磁场方向。由于 AB 电流大小相等， D 为中垂线上的一点，所以 B1、B2 的大小是相等的。最后按照矢量的运算法则确定地点的核磁场方向，沿着中垂线向上。这节课我们建立了磁感应强度这个概念，用它来描述磁场的强弱和方向。最后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这节课的内容和我们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对于磁场，我们类比之前电场的研究方法，引入探测物来描述场的性质。在研究磁感应强度方向时，我们引入的探测物是小磁针，规定小磁针静止时 N 极所指的方向及 N 极的受力方向为该点的磁感应强度的方向。在研究磁感应强度大小时，我们引入的探测物是电流源，和我们之前学习的质点点电荷一样，电流源是理想模型。我们通过物理量之比定义了新的物理量磁感应强度，这些方法是我们研究物理学常用的科学方法。请大家课下阅读指南针与郑和下西洋，查阅资料了解地磁场，在此基础上
下一节课我们继续探讨磁场的相关内容。同学们再见。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第一六一中学的杨柳老师。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磁感应强度、磁通量。上节课我们建立了磁感应强度这个概念，用它来描述磁场的强弱和方向。课本中列举了一些磁场的磁感应强度，大家在课下又了解了哪些磁场的磁感应强度呢？老师在实验室测量了一些磁场的磁感应强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这是磁传感器，可以测量磁感应强度。现在周围空间的磁感应强度约为0.05毫特，也就是5×10^-5特斯拉。下面我们利用磁传感器测量一些磁场的磁感应强度。条形磁体磁极处的磁感应强度约为15毫特。梯形磁体磁极处的磁感应强度约为18毫特。实验室中使用的磁电式电流表接线柱附近的磁感应强度约为0.3毫特。手机扬声器附近的磁感应强度约为0.3毫特。笔记本电脑扬声器附近的磁感应强度约为0.6毫特。通过阅读课本查阅资料，相信大家对地磁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地磁场在地面附近的平均值是5×10^-5特斯拉。通过初中的学习，我们知道地球的地磁两极与地理两极并不重合，其间有一个交角，这就是地磁偏角。在地球的不同位置，地磁偏角的数值是不同的。在利用指南针确定南北方向时，只有把地磁偏角考虑在内，才能得到准确的结果。地磁偏角的发现对于科学的发展和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都很重要。海龟、候鸟等迁徙动物每年可旅行几千公里，中途往往还要经过汪洋大海，但是还是能精确地测定位置。信鸽能在遥远的地方飞回而不迷失方向。科学家们发现，这些动物对于不同位置地磁场强弱方向的差别十分敏感。它们能通过地磁场为自己绘制一幅地图，用于明确自己的地理位置，最终到达目的地。地磁场各个位置的强弱方向都不同，比较复杂，研究问题一般从最简单、最基本的情形开始。我们介绍最简单、最基本的磁场——匀强磁场。如果磁场中各点的磁感应强度的大小相等、方向相同，这个磁场叫做匀强磁场。如何用磁感线形象地描述匀强磁场呢？匀强磁场的磁感线用一些间隔相等的平行直线来表示。匀强磁场是最简单但很重要的磁场，在电磁仪器和科学实验中有很重要的应用。距离很近的两个平行异名磁极之间的磁场，除边缘部分外，可以近似的看作匀强磁场。上节课的实验中，我们要研究的那段通电导线，
处在提形磁体的两极间，所处的磁场区域可以近似看作云墙磁场。通电螺线管内部的磁场可以近似看作云墙磁场。两个平行放置较近的线圈通电时，其中间区域的磁场可以近似看作云墙磁场。我们通过实验视频一起了解一下吧。两个相同的圆形线圈平行的放置，它们的圆心在同一个轴上，两个线圈间的距离等于圆的半径。这样放置的一对线圈叫做亥姆霍兹线圈，这是磁传感器，可以测量磁感应强度。在线圈中接通电流后，两个线圈中间的磁场为云墙磁场。把磁传感器放入亥姆霍兹线圈内部，测量各处的磁感应强度。从测出的图像可以看到，线圈中间区域的磁感应强度大小是近似相等的。我们知道磁感线的疏密程度表示磁场强弱，如图所示 S1、S2 两处磁感线的疏密不同，这种不同如何来体现呢？也就是说，我们是怎样比较出 S1 和 S2 两处磁感线的疏密不同？我们可以在 S1 和 S2 处在垂直于板面方向取同样的面积，如图所示。穿过相同面积，磁感线条数多的就密，磁感应强度就大，磁场就强。我们后面研究电磁感应现象时，需要了解穿过某一面积的磁感线的多少和它的变化情况，所以我们需要引入一个物理量来描述这一现象。物理学中引入了磁通量的概念，用它来描述穿过某一面积的磁感线的多少。我们以最简单的磁场云墙磁场为例展开讨论。设在磁感应强度为 B 的云墙磁场中，有两个与磁场方向垂直的平面 S1、S2， S1 的面积大于 S2 的面积。我们知道穿过 S1 的磁感线的条数比穿过 S2 的磁感线的条数多，所以穿过 S1 的磁通量比穿过 S2 的磁通量大。那么如何定量的描述呢？物理学上我们把 B 与 S 的乘积叫做穿过这个面积的磁通量，简称磁通。磁通量用字母 Φ 来表示，表达式是 Φ 等于 B 乘以 S。 按照磁通量的表达式，磁通量的单位由磁感应强度的单位和面积的单位共同决定，是特斯拉平方米。为了纪念德国的物理学家韦伯，我们把磁通量的单位命名为韦伯，简称韦，符号是 WB。 一韦伯等于一特斯拉平方米。好，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如果磁感应强度与我们要研究的平面不垂直呢？此时我们如何定量的描述穿过这个平面的磁通量呢？我们用这个面在垂直于磁场方向的投影面积 S 一撇与 B 的乘积来表示穿过这个平面的磁通量。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情况。如果磁场区域小于平面面积呢？如图所示，磁场面积为 S2， 平面面积为 S1，S2 小于 S1。此时我们如何描述穿过平面的磁通量呢？此时我们应该用有效面积 S2 代入，穿过平面的磁通量为 BS2。 通过这几种情况的分析和讨论，我们能够明确表达式中的 S 指的是垂直于磁感应强度方向的有效投影面积。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情景来加深对磁通量概念的理解。磁感应强度为 0.2 特斯拉的云墙磁场中，有一个面积为 0.1 平方米的平面 ABCD， 平面可以绕其边 BC 转动，初始位置平面与磁场方向垂直。此时穿过平面的磁通量是多少呢？运用磁通量的表达式 Phi 等于 BS 代入数据计算可得，此时穿过平面的磁通量为 0.02 韦伯。若平面从初始位置绕 BC 转过60度角，则此时穿过平面的磁通量是多少呢？此时磁感应强度 B 与平面不垂直，表达式中的面积我们要用垂直于磁感应强度方向的投影面积 S 一撇，它等于 S 乘以 cosine 60度。代入磁通量的表达式 Phi 等于 BS cosine 60度。通过计算可得，此时穿过平面的磁通量是 0.01 韦伯。如果平面从初始位置绕 BC 转过90度角呢？此时穿过平面的磁通量是多少呢？此时磁感应强度与我们研究的平面平行，所以穿过平面的磁通量是零。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情况。我们知道条形磁体内部的磁场方向是从 S 极到 N 极，外部的磁场方向是从 N 极到 S 极。如果给条形磁体外部套一个圆环，那么对于圆环内部来说就两个方向的磁场，有从圆环左侧面穿入的磁感线，也有从圆环右侧面穿入的磁感线。如何区分这种不同呢？为了区分磁感线是从平面的哪一面穿入的，我们规定磁感线从平面的某一面穿入，磁通量为正；磁感线从平面的另一面穿入，磁通量为负。如图，我们用蓝色、黄色区分平面的两个面。如果我们规定磁感线从蓝色面穿入，磁通量为正，那么磁感线从平面的黄色面穿入，磁通量则为负。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对于圆环来说，内部有两个方向的磁场，有从圆环左侧面穿入的磁感线，也有从圆环右侧面穿入的磁感线。如果我们规定磁感线从圆环的左侧面穿入，磁通量为正，那么磁感线从圆环的右侧面穿入，磁通量则为负。那么如何计算穿过圆环的总磁通量呢？磁通量虽然有正负之分，但它是标量，遵循标量的运算法则，代数求和。此时穿过圆环的磁通量为这两个磁通量的代数和。由于不是云墙磁场，目前我们无法做定量计算，请大家定性判断一下，穿过圆环的磁通量是正
是负还是零呢？我们知道，从圆环右侧面穿入的磁感线比从圆环左侧面穿入的磁感线多，所以穿过圆环的总磁通量是负的。我们再来看看刚才的练习。如果平面从初始位置转过180度角，则此时穿过平面的磁通量是多少呢？我们还是用蓝色面和黄色面区分。如图所示，初始位置磁感线从平面的蓝色面穿入，转过180度，磁感线从平面的黄色面穿入。如果我们规定磁感线从蓝色面穿入，磁通量为正，那么磁感线从黄色面穿入，磁通量则为负。所以，如果平面从初始位置转过180度角，磁通量是负的，代入数值，最后求得，此时穿过平面的磁通量是负的 0.02 微波。这节课我们建立了磁通量这个概念，用它来描述穿过某一面积的磁感线的多少。特别提醒大家的是，磁通量的表达式 Φ 等于 BS 中的 S， 是垂直于磁感应强度方向的有效投影面积。另外，磁通量虽然是标量，但是它有正负，正负表示磁感线从哪个面穿入。大家对磁通量这个概念理解了吗？我们通过练习来检验一下吧。如图，云墙磁场的磁感应强度 B 为 0.2 特斯拉，方向沿 X 轴的正方向，线段 MN、DC 相等，长度为 0.4 米，线段 NC、EF、MD、NE、CF 相等，长度为 0.3 米，面积 MNCD 即为 S1， 面积 NEFC 即为 S2， 面积 MEFD 即为 S3。 穿过这三个面积的磁通量 Φ1、Φ2、Φ3 各是多少呢？请大家尝试在任务单上完成吧。对于面积 S1 来说，它与磁场方向垂直，所以磁通量 Φ1 等于 BS1， 代入数据计算可得，穿过面积 S1 的磁通量是 0.024 微波。对于面积 S2 来说，它与磁场方向平行，所以穿过面积 S2 的磁通量 Φ2 等于零。对于面积 S3 来说，它与磁场方向不垂直，我们可以把面积 S3 投影到与磁场方向垂直的平面。如图所示，S3 垂直磁场方向的投影面积等于 S1 的面积，所以 Φ3 等于 BS1， 代入数据计算可得，穿过面积 S3 的磁通量是 0.024 微波。我们再来看磁通量的表达式 Φ 等于 BS。从 Φ 等于 BS 中，我们可以得出 B 等于 Φ BS， 这表示了什么呢？这表示磁感应强度的大小等于穿过垂直磁场方向的单位面积的磁通量。我们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认识了磁感应强度这个物理量。
经过这几节课的学习，我们对磁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电场类似，磁场看不见摸不着，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客观存在的物质。看不见摸不着的场，我们如何研究呢？我们引入探测物去研究看不见摸不着的场。电场中引入的探测物是试探电荷，磁场中引入的探测物是小磁针、电流源。如何形象地描述场的强弱和方向呢？为了形象地描述场的强弱和方向，我们引入了线。电场中引入了电场线，磁场中引入了磁感线。线的疏密形象地表示场的强弱，线上某点的切线方向表示该点场的方向。如何定量地描述场的强弱和方向呢？我们通过分析探测物的受力情况，引入了新的物理量、电场强度、磁感应强度来描述场的强弱和方向。电场强度 E 等于 F 比 Q， 磁感应强度 B 等于 F 比上 IL， 都是通过物理量之比定义的新物理量。电场和磁场有很多相似之处。奥斯特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证实电现象与磁现象是有联系的。更多的科学家开始研究电与磁的关系。人们思考了哪些问题？有哪些研究和发现呢？让我们一起期待后面的学习。同学们，再见。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学习电磁感应现象及应用。首先，我们来看两个实验。操场上，两名同学在摇绳，绳是由多股导线绕制而成的，导线的两端与电流表连接，形成闭合回路。摇绳时，电流表的指针摆动，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实验。实验室的门上挂着一个导线框，导线框与电流传感器、计算机连接，形成闭合回路。一个同学在开关门的时候，电流传感器显示出电流随时间的变化。在这两个实验中，同学们看到了什么现象？我们看到了摇绳可以发电，开关门也可以发电。这两个现象涉及的物理原理又是什么呢？是电磁感应现象，回路中产生了感应电流。通过初中的学习，我们就知道，闭合电路的一部分导体在磁场中做切割磁感线运动时，导体中就会产生感应电流，这个现象叫电磁感应现象。摇绳发电、开关门发电，就是闭合电路的一部分导体切割地磁场的磁感线运动，发生了电磁感应现象，产生了感应电流，也就是磁生电。最初激发科学家们对磁生电探索热情的是奥斯特实验，也就是奥斯特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人们根据电流磁效应的对称性角度想到，既然电流能够产生磁场，为什么不能用磁场产生电流呢？
很多科学家在此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实验。其中，法拉第，这位坚信大自然是和谐统一的物理学家、化学家，为此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探索。他进行了很多次尝试，经历了一次次失败，最终领悟到，磁生电是一种在变化运动的过程中才能出现的效应。当初，奥斯特发现电流的磁效应时，法拉第曾赞扬道，他突然打开了科学中一个黑暗领域的大门，使其充满光明。公正地说，法拉第应该与奥斯特共享这样的荣誉，因为电磁感应现象的发现使人们对电与磁内在联系的认识更加深入，宣告了电磁学作为一门统一学科的诞生。可以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如果像法拉第所说，磁生电是一种在变化运动的过程中才能出现的效应，那么是与磁场相关的哪个物理量发生了变化，才能出现这种效应呢？我们以熟悉的实验为例展开探究。初中我们就做过这样一个实验：闭合电路的一部分导体在磁场中运动。我们的实验装置是这样的：一根导线与电流表连接，形成闭合回路。导线的一部分放置在提形磁铁中间。我们来观察实验。当导线在磁场中静止时，电流表的指针没有摆动。当导线沿着磁场方向运动时，电流表的指针也没有摆动。当导线切割磁感线运动时，电流表的指针发生了摆动，这表明产生了感应电流。这个实验中，我们看到，只有切割磁感线运动时才产生了感应电流。那么，切割磁感线运动对应着与磁场相关的哪个物理量发生了变化呢？为了便于分析，我们把实验装置图简化成如右图所示的示意图。提形磁铁中间的磁场，我们可以近似看作云墙磁场；切割磁感线运动的导体看作导体棒 AB。导体棒 AB 在磁场中运动时，磁场并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只有回路 ABCD 围成的面积。也就是说，穿过闭合回路 ABCD 的磁通量发生了变化。感应电流的产生是否与磁通量的变化有关呢？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回顾磁通量的概念。在磁感应强度为 B 的云墙磁场中，有一个垂直磁场方向放置的平面，平面的面积为 S。 那么穿过这个面的磁通量可以表示为 B 与 S 的乘积。如果这个面与磁场不垂直，穿过这个面的磁通量等于磁感应强度与 S 撇的乘积。S 撇是这个面在垂直于磁场方向上的投影面积。如果感应电流的产生与磁通量的变化有关，我们要设法使磁通量发生变化。我们如何使磁通量变化呢？根据磁通量的表达式，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改变回路的面积，改变磁场，改变回路与磁场方向的夹角。刚才这个实验就是通过切割磁感线改变回路面积使磁通量发生变化的。请同学们设计其他引起磁通量变化的实验，探究感应电流的产生是否与磁通量的变化有关。
我们可以设计这样的实验。线圈 A 与电源、开关、滑动变阻器连接，线圈 B 与电流表连接，线圈 A 放置在线圈 B 中。我们设法使 B 中磁通量发生变化，从而探究线圈 B 中磁通量变化时是否会产生感应电流。那么，我们如何使线圈 B 的磁通量发生变化呢？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使线圈 A 中的电流变化， A 中的电流变化时，电流产生的磁场发生变化，这个磁场穿过 A 线圈，也穿过 B 线圈，会使得 B 线圈的磁通量发生变化。在实验中，当给 A 线圈通电或断电的瞬间，或给 A 线圈通电后移动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A 线圈中的电流就会变化，线圈 B 中的磁通量就会发生变化。下面我们就通过这样的实验观察线圈 B 中的磁通量发生变化时，在 B 中是否有感应电流产生。首先，我们把线圈 A 插入线圈 B， B 和电源总开关。请同学们注意观察实验，并把实验现象记录在学习任务单中。下面我们来操作。闭合开关瞬间，断开开关瞬间，我们再来一次，闭合开关瞬间，断开开关瞬间，我们看到了，在闭合开关瞬间和断开开关瞬间的时候，电流表指针摆动，表明线圈 B 中产生了感应电流。接下来，我们再注意观察实验。开关闭合时，开关闭合以后，我们调节滑动变阻器滑片的位置。我们看到，开关闭合瞬间，电流表指针发生摆动，开关闭合以后，线圈 A 中的电流没有发生变化，电流表的指针没有发生偏转。当我们移动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A 中电流发生变化时，电流表的指针发生偏转，表明在线圈 B 中产生了感应电流。我们再看一次。A 中电流不变时，移动滑动变阻器，改变 A 中的电流。刚才的实验中，我们看到开关闭合瞬间A 中的电流发生变化，线圈 B 中的磁通量发生变化，在线圈 B 中产生了感应电流。当开关断开的瞬间，线圈 B 中的磁通量也发生了变化，在线圈 B 中产生了感应电流。当开关闭合时，滑动变阻器不动， A 中的电流不变，磁场不变，线圈 B 中的磁通量不变，在线圈 B 中没有产生感应电流。开关闭合时，移动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A 中电流发生变化，磁场发生变化，线圈 B 的磁通量变化，
线圈壁中产生了感应电流。刚才的两个实验，一个是由于面积变化导致磁通量变化产生了感应电流，另一个是由于磁场变化、磁通量变化产生了感应电流。那有同学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回路的面积和磁场同时发生变化，又会怎么样呢？我们可以设计这样的实验。这是一个条形磁体空间磁感线的分布情况。磁体下方放置一个闭合的线圈，当线圈由下向上运动的过程中，线圈面积不变，磁场增强，穿过线圈的磁感线的条数增多，磁通量变大。如果线圈在向上运动的过程中同时改变线圈面积的大小，虽然磁场增强，但是穿过线圈的磁感线的条数不变，磁通量不变。在这两种情况下，是否又都会产生感应电流呢？我们的实验装置是这样的，我们根据磁体的实际磁场分布情况，用薄板模拟磁铁下方磁感线的空间分布，把线圈放入磁场中，与电流表连接，形成闭合回路。当线圈向上运动时，面积不变，磁场变化，磁通量会变化，我们看看是否会有感应电流。我们再看一遍，请同学们注意观察。线圈向上运动，磁场变化，磁通量变化，刚才我们看到了，电流表指针偏转，表明产生了感应电流。如果我们在使线圈向上运动的过程中，同时减小线圈的面积，保证磁通量不变，是否会有感应电流产生呢？我们来看实验。我们再看一遍，线圈向上运动，我们设法减小线圈的面积，使它紧贴着磁感线模型向上运动，穿过线圈的磁感线的条数没有发生变化，磁通量不变，电流表的指针没有摆动，表明没有感应电流的产生。看来，即使回路面积和磁场都发生变化，但磁通量不变，也不会产生感应电流。以上实验表明，不管是哪个物理量发生变化，只要磁通量不变，就不会产生感应电流。因此，我们说，当穿过闭合导体回路的磁通量发生变化时，闭合导体回路中就产生感应电流。我们对比初中所学，闭合电路的一部分导体在磁场中做切割磁感线的运动时，导体中就会产生感应电流。对于这两种产生感应电流的条件，同学们觉得哪个更具有普遍意义呢？切割磁感线一定会产生感应电流吗？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问题来寻找答案。在这个问题中，闭合线圈由位置一穿过匀强磁场运动到位置四。线圈在运动的过程中，什么时候有感应电流呢？我们通过实验来观察。这是一个电磁铁，通电之后，内部区域的磁场
我们可以近似看作云墙磁场。线圈与电流表连接，形成闭合回路。我们看实验，请同学们注意观察。反方向。好，接下来我们再慢放这个实验。线圈进入磁场的过程中，在磁场中运动的过程中，穿出磁场的过程中，反方向。进入磁场的过程中，电流表指针变化。在磁场中指针不动，出磁场时电流表的指针再次摆动。这个实验中我们看到线圈由1到2由3到4的过程中有感应电流，这个过程磁通量发生了变化，但是2到3的过程中虽然线圈切割了磁感线，但是没有感应电流，因为这个过程中磁通量不变。由此可见，切割磁感线不一定能产生感应电流，只有引起磁通量变化的切割运动才会产生感应电流。初中所学是一种特殊的情况。大量的实验和事实表明，当穿过闭合导体回路的磁通量发生变化时，闭合导体回路中就产生感应电流。好，这节课我们经历了提出问题，与磁场相关的哪个物理量发生变化才能出现磁生电的效应。针对问题设计多个实验进行探究，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归纳，最后得出结论，找到了产生感应电流的普遍条件，也就是闭合回路的磁通量发生变化。那我们如何使闭合回路的磁通量发生变化呢？我们可以使面积变化、磁场变化、夹角变化。今天的三个实验分别是面积变化、磁场变化、面积和磁场同时发生变化。请同学们课后尝试设计产生感应电流的其他实验。正所谓越努力越幸运，经过多次失败之后，法拉第仍然坚持研究磁生电的课题。正是由于他不懈的努力，他已有准备的头脑及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了稍纵即逝的偶然现象。电磁感应现象的发现迅速改变了人类社会面貌，它开辟了人类社会的电气化时代。下节课我们将继续学习电磁感应现象的应用。这节课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电磁感应现象及应用。上节课我们通过实验探究得到了产生感应电流的条件，这节课我们在此基础上通过实验来了解电磁感应现象在实际生产生活中的具体应用。同学们还记得产生感应电流的条件吗？闭合回路的磁通量发生变化，回路中就会产生感应电流。我们如何使磁通量发生变化呢？我们可以使回路面积变化、磁场变化、回路与磁场方向的夹角发生变化。接下来我们看这样一个练习，在铁芯 P 上绕着两个线圈 A 和 B。
如果线圈 A 中的电流与时间的关系如右图的甲、乙、丙、丁四种情况，那么哪种情况中可以观察到线圈 B 中有感应电流呢？请同学们互相讨论，在学习任务单上完成这个任务。我们知道，要想在 B 线圈中产生感应电流，必须使得 B 线圈的磁通量发生变化。那么，如何使 B 线圈的磁通量发生变化呢？我们可以通过改变 A 线圈中的电流。电流改变，磁场变化，这个磁场同时穿过 AB 两个线圈，使得 B 线圈的磁通量发生变化。当 B 线圈中的磁通量变化时，就可以在 B 线圈中产生感应电流。我们看右图所示的四种电流随时间变化的关系图。甲图中电流不变，乙图中电流随时间均匀增大，丙图中电流随时间均匀减小，在丁图中电流随时间做周期性的变化。在这里，乙、丙、丁是变化的电流，就会在铁芯上产生变化的磁场，使得线圈 B 的磁通量发生变化，产生感应电流。因此，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乙、丙、丁。同学们，你们做对了吗？我们上节课还为同学们布置了课后任务，设计产生感应电流的其他实验。首先，我们来展示并验证同学们设计的实验。第一个实验，回路面积变化。在匀强磁场中放置一个闭合的弹簧线圈，先把线圈撑开，然后放手，让线圈收缩。线圈收缩时，磁通量变化，产生感应电流。我们来看实验。这是一个电磁铁，通电之后，内部空间的磁场我们可以近似看作匀强磁场。我们用线圈来代替弹簧圈，与灵敏电流表连接，形成闭合回路。我们改变线圈的面积，我们看到电流表指针摆动，表明产生了感应电流。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实验，夹角变化。我们让线圈在磁场中绕着轴线 AB 转动，磁通量变化，产生感应电流。我们的实验装置是这样的，还是上一个实验的电磁铁，线圈与电流表连接，形成闭合回路。我们来做实验。线圈在磁场中转动，磁通量变化，电流表指针摆动，表明产生了感应电流。这就是发电机的原理。这是一台实验室用的手摇式交流发电机，主要由线圈、磁体、皮带和手柄组成。我们转动手柄，皮带带动线圈在磁场中转动，磁通量发生变化，小灯泡发光，表明产生了感应电流。说到发电机，我们必须要介绍法拉第根据电磁感应现象发明的世界上最早的发电机——圆盘发电机。关于圆盘发电机，历史上还有一个小故事。
1831年圣诞节前夕，一次科学报告会上，法拉第当众表演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的装置是这样的：一个铜盘放置在永磁体中间，铜盘的轴和边缘用导线与电流表连接。当法拉第转动手柄，铜盘在磁场间转动起来，电流表的指针发生摆动。当时在场的一位贵妇人取笑地问：“先生，您发明的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法拉第平静地反问：“夫人，新生婴儿又有什么用呢？”的确，这个新生婴儿看起来有点寒酸，它产生的电流甚至不足以让一只小灯泡发光。后来的人们在此基础上，把永磁体改成了电磁铁，把铜盘改成了多足导线框，就制成了功率较大的发电机。这是我国三峡大坝发电站发电机组的部分照片。三峡电站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工程。2020年6月21日，34台机组全部并网发电，实现2020年首次全开运行。每日发电量将近4亿千瓦时，足够点亮半个中国。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看第三个实验：磁场变化。我们通过插入、拔出条形磁体，改变线圈的磁场，使磁通量发生变化，产生感应电流。我们来做实验：线圈与电流表连接，形成闭合回路。我们在插入条形磁铁时，指针摆动；拔出时，指针刚才看到了摆动。再来一次，拔出时，表明插入和拔出时，磁场变化，磁通量变化，电流表指针摆动，产生了感应电流。条形磁体我们可以用电磁铁 A 来代替，这样我们改变 A 中的电流，还可以改变电磁铁的磁场的强弱。我们来看实验：线圈 A 与电源、开关、滑动变阻器相连，线圈 B 与电流表连接，组成闭合回路。我们闭合开关 A 中有电流，我们把线圈 A 插入 B 中，观察电流表，插入、拔出。我们看到插入线圈和拔出线圈时，电流表指针偏转，表明产生了感应电流。变压器就是根据这个原理制成的。这是变压器的示意图，当左侧 A 线圈中通变化的电流时，会在右侧的 B 线圈中产生变化的磁场，会使得 B 线圈的磁通量发生变化，产生电磁感应现象。左侧线圈我们也叫原线圈，右侧线圈叫副线圈。这是我们实验室中常用的变压器，左侧原线圈，右侧副线圈。在这个变压器的线圈上，我们还能看到有很多接线柱，我们选择不同的接线柱，表明接入回路中的线圈的匝数是不一样的。接下来我们来做实验，我们看一看变压器在电路里的作用。这是变压器，原线圈接交流电源。这是万用表，
我们用万用表的交流50伏电压档。我们来看实验。B 核电源开关，万用表50伏交流电压档，测量原线圈两端，也就是电源的输出电压5.0伏，负线圈两端电压10.0伏。我们改用不同的接线柱，电压变化43.0伏。我们看到变压器可以传递能量，还可以改变电压。变压器在生活中有很重要的作用。这是接头变压器，在生活中我们到处都能见到。一般呢，它是封闭在这样的变电箱中。变压器在远距离输电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是远距离输电过程示意图，我们看到在输电的过程中多次用到了变压器。在今后的学习中，我们还能了解到在输电过程中变压器发挥了怎样重要的作用。生活中许多用电器也离不开变压器，这是手机充电器中的变压器，这是液晶电视机主板中的变压器。生活中的很多用电器都是根据电磁感应现象制成的，原理跟变压器类似，电磁炉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打开一个电磁炉，看到里面有一个大大的线圈。当我们给这个线圈通高频变化的电流时，会在外部产生变化的磁场。如果我们放入一个闭合的回路，在这个回路里就会产生感应电流，我们看到小灯泡发光。如果这个闭合的回路是导体锅具，在这个锅具中同样会产生感应电流，电流有热效应。如果电流的热效应足够大，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加热食物。有些无线充电器也是利用电磁感应现象制成的。我们接下来看这段视频。目前无线充电技术主要有电磁感应式、磁共振式、无线电波式、电场耦合式四种基本方式。不同的无线充电方式有不同的特点。电磁感应式根本原理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类似于变压器，初级线圈一定的频率的交流电通过电磁感应在次级线圈中产生一定的电流，从而将能量从传输端转移到接收端，转换效率较高，造价便宜，但传输距离短，容易受摆放位置的影响。同学们家里也有这样的无线充电装置吧？那同学们还知道电磁感应现象有其他应用吗？金属探测器也是利用了电磁感应现象，还有自发电手电筒、市政交通一卡通，还有磁悬浮列车。看来我们生活中处处都有电磁感应现象。一些热爱科技、喜欢动手的人，根据电磁感应现象发明创造了很多有趣的实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好，在这个视频中我们看到左右两个线圈就跟变压器的原负线圈一样，没有直接接触就可以实现电能的传递。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实验。这段视频让我们看到，我们利用电磁感应现象可以实现电磁加热，跟我们的电磁炉的原理是类似的。接下来我们再看这样一个实验，这是笔记本电脑 AB 两个线圈音箱，我们把线圈 B 与音箱的输入端连接，我们用这样的装置可以完成什么样有趣的实验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请同学们注意聆听。我们把线圈 A 插入笔记本的耳机插孔，我们看到两个线圈没有直接接触，可以传递声音信号，而且还可以放大声音信号。请同学们课后查阅资料，动手实验，做一些感兴趣的发明创造。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我们看到大到发电机电能产生的装置，再到变压器电能输送的装置，最后到各种生活中的用电设备，都离不开电磁感应现象。电磁感应现象从科学到技术的转变过程中，不断改变人类社会，造福人类。由于法拉第的伟大贡献，他被尊称为电学之父、交流电之父。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现象制造的最早的发电机，这个新生婴儿已经成长为改变世界面貌的巨人，他开辟了人类电气化时代，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项技术。如果今天还有人问这有什么用，相信同学们都可以给他满意的答案。这节课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各位同学，大家好，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电磁波的发现及应用。7月23日，我国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发射升空，
迈出了我国探索行星和深空的第一步。六天后，天问一号探测器在飞离地球约120万公里的时候，拍下了地球和月球的合影。那么，天问一号是如何把图片及数据信息传回地球的呢？很显然是电磁波。初中的时候，我们就学习过电磁波。电磁波为信息的传递插上了翅膀，广播、电视、移动通信等通信方式，使古代人顺风耳、千里眼的梦想变成了现实。那么，人类是怎样发现电磁波的呢？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科学家们发现电磁波的历程吧。奥斯特首先发现了电流的周围有磁场，安培进一步做了很多有关电荷磁的研究工作，法拉第发现了磁生电的方法，并首先提出了力线和场的概念，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系统地总结了库隆、安培、奥斯特和法拉第等人的对电磁规律的研究成果，再加上他本人创造性的工作，最终建立了经典电磁场理论。下面我们定性地了解一下麦克斯韦关于电磁场的一些观点。我们知道，在变化的磁场中放入一个闭合电路，磁通量发生了变化，就会产生感应电流，这是法拉第的电磁感应现象。那么，为什么在闭合的电路中磁通量发生了变化就会产生感应电流呢？麦克斯韦是这样思考的，线圈中产生了感应电流，一定是因为导线内自由移动的电荷受到了电场力的作用。他认为，在闭合的电路中产生了电场，而这个电场的产生一定是因为线圈内的磁场发生了变化的缘故。他进一步的猜想，即使在变化的磁场中没有闭合电路，同样会在空间产生电场。闭合电路只是可以检测到电场的存在而已。因此，麦克斯韦认为，在变化的磁场中的线圈之所以会产生感应电流，它的本质原因是因为变化的磁场产生了电场。既然变化的磁场能够产生电场，那么变化的电场能否产生磁场呢？麦克斯韦确信自然规律的统一性与和谐性，他相信电场与磁场的对称之美。就像奥斯特发现了电生磁之后，法拉第发现了磁生电现象一样，他大胆地假设，变化的电场就像导线中的电流一样，会在空间产生磁场，即变化的电场产生磁场。变化的磁场能够产生电场，变化的电场能够产生磁场，变化的电场和磁场总是相互联系的，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的电磁场。到此，麦克斯韦并没有停步，而是继续展开思考。如果在空间某区域内存在周期性变化的电场，那么它就会产生一个周期性变化的磁场，而这个变化的磁场又会产生变化的电场。变化的电场和变化的磁场交替产生，由近及远地向周围传播。一个伟大的预言产生了，空间可能存在电磁波。我们熟悉声波和水波，声波和水波的传播都需要介质，而电磁波的传播则不需要介质。放在真空罩里的手机依然可以接收到信号，天问一号能从遥远的太空把照片传回，这些都说明了电磁波是可以在真空中传播的。那么，电磁波是依靠什么传播的呢？我们通过前面的学习知道，电场和磁场本身就是一种物质，
因此，电磁波的传播依靠的是电场和磁场的相互激发而传播的。那么，电磁波以多大的速度传播呢？麦克斯韦推算出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电磁波的传播速度等于光速。同学们，听到这里，你能想到什么呢？根据这个推算，麦克斯韦预言了光是一种电磁波。麦克斯韦不仅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而且揭示了电、磁、光三种现象在本质上的统一性，建立了完整的电磁场理论。麦克斯韦的电磁场理论的意义足以跟牛顿力学体系相媲美，它是物理发展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遗憾的是，麦克斯韦英年早逝，没有看到科学实验对电磁场理论的证实。把天才的预言变成世人公认的真理的人是德国科学家赫兹。1886年，赫兹通过实验捕捉到了电磁波，证实了麦克斯韦的电磁场理论。他还通过测量，测出了电磁波的传播速度与光速相同，证实了光是电磁波。赫兹在人类的历史上首先捕捉到了电磁波，他的实验为无线电技术的发展开拓了道路。后人为了纪念他，把频率的单位定义为赫兹。接下来，我们也来做一个捕捉电磁波的实验吧。做实验之前，请同学们暂停一下，阅读教材120页，做一做捕捉电磁波栏目。教材上的电流表，我们用奶泡代替。当奶泡附近有较强的电磁波时，奶泡会发出红光。请同学们仔细观察实验。用两根铜杆制成发射天线，把感应器的两个输出端接到两根铜杆上。用同样的两根铜杆构成接收天线，在两根铜杆间放置一个奶泡，检验电磁波的接收情况。接通高压圈的电源，在两根发射天线的间隙处产生电火花，同时有电磁波向外发射。可以看到，在两根接收天线间的奶泡发光，接收天线接收到了电磁波。在这里，电火花其实就是变化的电流，它会在周围的空间产生电磁波。电磁波以光速向周围空间传播，接收天线接收到了电磁波，奶泡发光，我们捕捉到了电磁波。其实，变化的电流无处不在，电磁波也无处不在。当法拉第提出力线和场的概念时，他们还仅仅是作为一种描述电磁力的方法。但是，当麦克斯韦提出电磁场理论，并被赫兹的实验证实以后，电磁场就像光一样证实了。那么，我们如何描述电磁波呢？描述波的物理量有波长、频率和波数。初中的时候，我们学习过，在一列水波中，凸起的最高处叫波峰，凹下的最低处叫波谷，两个相邻波峰或波谷之间的距离叫做一个波长。一秒内有多少次波峰或波谷通过，波的频率就是多少。水波不停地向外传播，描述波传播快慢的物理量叫做波速。那么，波速、波长和频率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是一列向右传播的波，我们在波的传播路径上任取一点。当某个波峰通过该点时，
我们作为计时零点，接下来依次通过该点的波峰记为一、二、三等。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动画，请同学们边看动画边思考波速、波长和频率之间的关系。若一秒钟有两次波峰通过该点，则波的频率为两赫兹，波一秒内向右传播的距离为两个波长的距离。若一秒钟有三次波峰通过该点，则波的频率为三赫兹，一秒内波向右传播的距离就等于三个波长的距离，而波每秒钟向前传播的距离就等于波速，所以波速等于波长乘以频率。这个关系对电磁波同样适用。电磁波的波速由 C 来表示，波长为 lambda， 频率由 F 表示，因此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为 C 等于 lambda F。 在真空中，光速为三乘十的八次方米每秒，空气中的光速可认为和真空中相等。各种频率的电磁波都遵守同样的传播规律。在真空中，波长越大，频率越小。电磁波的频率范围很广，我们按照电磁波的波长或频率大小的顺序把它们排列起来，就是电磁波谱。如图所示，从左到右，波长从大到小，频率从小到大，依次为无线电波、红外线、可见光、紫外线、 X 射线和伽马射线。不同的电磁波由于具有不同的频率，因此具有不同的特征。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视频，了解一下不同电磁波的特点和应用。请同学们收看视频后总结各种电磁波的特点和应用。无线电波是波长较长、频率较低的电磁波，主要用于广播、通讯等方面。收音机可以接收到广播电台发出的无线电波，手机通讯利用了波长较短的无线电波，雷达应用了频率更高的无线电波，微波。家用微波炉是利用微波给食物加热的，微波作用在食物上，使食物中的分子跟着微波运动起来，温度升高。微波炉是对食物内外同时加热的，加热均匀，加热时间短，使用方便。红外线是比红光更长的电磁波，红外线的主要效应是热。电烤箱、电熨斗等许多加热电器在工作时向外大量辐射红外线，电视机遥控器发出的是红外线，自动门、自动出水水龙头是利用红外线进行探测的，任何物体都在向外辐射红外线，可以利用红外线进行遥感遥测。物体在黑夜也在向外辐射红外线，利用这一原理可制成夜视仪。可见光的波长在400纳米至770纳米之间，能够引起人们的视觉。从波长较长到波长较短的分布情况是红、橙、黄、绿、
蓝、靛、紫。利用三棱镜，可以把白光分解成七种色光。大自然给我们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比紫光波长更短的电磁波是紫外线。紫外线灯可以发出紫外线光，利用紫外线可以做防伪检测。紫外线可以用来杀菌，人体大剂量长时间的接受紫外线的辐射会引起一些疾病，所以对紫外线还要进行防护。防紫外线眼镜可以防止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起到保护作用。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了一种射线，贯穿能力极强，它是比紫外线波长更短的射线，叫做伦琴射线，也叫做 X 射线。 X 光管是在真空的玻璃管中安装上阴极和阳极两个电极，阴极由灯丝加热后发射出电子，在两极间所加的上万伏的高电压对电子加速，高速电子打在阳极上发出 X 射线。 X 射线有很强的贯穿作用，我们可以用它来检查物体的内部。 X 射线对人体有害，平时要注意防护。这是一块荧光板，我们把一把金属钥匙放在荧光板的背面。把荧光板放到 X 管前，打开高压电源，我们可以看到在荧光板上有钥匙的影像。如果我们把手放在荧光板的后面，把荧光板放到 X 光管前，可以看到手的骨骼影像。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知道电磁波无处不在。生活中我们常用微波炉、红外烤箱加热或烤制食物，电磁波可以使奶泡发光，阳光使我们变得温暖，这些都说明了电磁波具有能量。虽然除了可见光之外的电磁波我们都看不见，但是它们是真实存在的物质，电磁波是场物质。场物质是实物粒子之外的另外一种存在形式，我们可以用仪器探测它们的存在。射电望远镜就是利用接收来自遥远天体的电磁波来探测和研究宇宙的。我国天眼 FAST 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请同学们课下阅读老师提供的中国天眼的资料，对中国天眼有进一步的了解。接下来请同学们阅读122页电磁波通信，了解电磁波在通信领域的应用，同时思考下面的问题：5G 是什么？你认为 5G 技术对社会发展有着什么样的重要意义？ 5G 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如果说 4G 改变生活的话，那么 5G 将改变社会。这种通信技术将来跟人工智能、大数据紧密结合，会开启一个万物互联的全新时代。
我们可以为一头牛、一头羊装上通信装置，可以为一台设备、一座铁塔装上通信装置，可以为一座桥梁、一条隧道装上通信装置，甚至是一草一木、一纸一笔等等。万物互联的场景将逐步走向现实。我们可以打造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农业等等，万物皆可联，万事皆智慧。从社会发展的层面来讲， 5G 的应用和发展可以将信息转化为行动，给企业、个人和国家创造新的动力，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体验和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机遇，也许会引发新的工业革命。同学们，你们是不是很期待呢？下面我们对这节课做一个小结。这节课我们主要学习了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电磁波的发现过程。从奥斯特发现电生磁之后，人们基于对称性认为磁也能生电。法拉第经过长达十年的时间，终于发现了磁生电的方法。麦克斯韦基于对电磁感应现象本质的研究，提出了变化的磁场能够产生电场，又基于对称性和类比的思想，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变化的电场能够产生磁场，进一步提出了电磁场、电磁波的概念，创立了完整的电磁场理论，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预言了光是一种电磁波。最后，赫兹在实验中检测到了电磁波，测出了电磁波的波速等于光速，证实了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的正确性。在这个过程中，猜想和假设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猜想和假设是创造性思维中最活跃的部分，它们往往是推动物理学发展的重要因素。第二部分，电磁波谱及其应用。通过电磁波谱的学习，我们了解了电磁波的主要特征及其物质性，和其在科技、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等方面的主要应用和重要作用。同学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再见。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能量量子化。众志成城抗疫情，今年这样的场景我们再熟悉不过了。那么大家想过没有，这种手持测温枪不与人体接触，是如何测出人体体温的呢？再来看工人日报2013年7月16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国梦，劳动美，寻找最美一线工人，讲的是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志刚，目测钢水温度和实测温度之差只有5摄氏度，看火焰颜色深浅就能判断钢水的温度，这样的绝活背后凝聚着炼钢工人的辛苦劳动。那么同学们，你们知道炼钢工人熟练技术后面的科学依据吗？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与之相关的科学知识。上节课我们知道，变化的电场和变化的磁场交替产生，由近及远向周围传播，形成电磁波。而一切物体内部都存在着不停运动的带电微粒，这种带电微粒的震动会产生变化的电磁场，就会向外辐射电磁波。我们周围一切物体都在辐射电磁波，这种辐射与温度有关，也称为热辐射。那么热辐射有什么特点呢？我们一起来看这幅图，铁块从发热
到发光，温度不同，颜色就不同。颜色的不同代表的是辐射电磁波的波长不同。从电磁波谱我们可以知道，红光的波长长，紫光的波长短。温度升高时，铁块由暗暗的红色变成明亮的黄色。热辐射中波长较短的成分越来越强。实验现象表明，温度升高时，热辐射中波长较短的成分会越来越强。我们看到发明亮黄色的铁块，就知道它比发暗暗红色的铁块温度要高。炼钢工人正是通过观察颜色而判断温度的。当然，要做到精确度在五摄氏度之内，那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人体向外辐射的电磁波不在可见光的范围内，我们人眼观察不到，可测温枪可以探测到，从而来判断人体温度的高低。根据这个原理，同学们自己也可以推测物体温度的高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晴朗的夜空，繁星闪烁，有的恒星颜色偏红，有的恒星颜色偏蓝。对于红星和蓝星，你能判断出哪种恒星的表面温度更高吗？有的同学说，这个太简单了。刚才我们刚刚讲过，当温度升高时，热辐射中波长较短的成分会越来越强。我们知道蓝光的波长比红光的波长短，因此我们可以判断蓝星的表面温度更高。回答得不错。那么如果我问，那么你知道蓝星温度是多少度呢？这个就很难回答了。定性可以判断温度的高低，但是呢，我们只有掌握了热辐射与物体温度之间的定量关系，我们才能够精确地测量蓝星的温度。这就是人们为什么要研究热辐射的原因。可是，一个物体除了热辐射以外，物体的表面还会反射外界射来的电磁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知道，白色的物体之所以呈现白色，是因为它几乎反射各种波长的可见光。而黑色的物体之所以呈现黑色，是因为它几乎不反射各种波长的可见光。也就是说，物体表面反射电磁波与物体的颜色有关。这样的话，那么物体辐射的电磁波和反射的电磁波混在一起，对热辐射就造成了一定的干扰。那么怎么办呢？如果有一个物体，它只辐射电磁波而不反射电磁波，就像这个黑色的物体一样，那就方便多了。据此，我们建立了一个物理模型，称之为黑体。如果某种物体能够完全吸收入射的各种波长的电磁波而不发生反射，这种物体我们就称为是黑体。黑体有这样的特点：黑体不反射电磁波，但是它可以向外辐射电磁波，而且黑体辐射电磁波的强度按波长的分布只与它的温度有关。黑体像我们以前学习过的质点点电荷一样，是一个理想化的物理模型。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某个物体它反射的电磁波和辐射的电磁波相比很少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物体近似当成是黑体。那么同学们想一想，在现实生活中，哪些物体可以看作是黑体呢？在一个黑盒子上开一个小孔，
从小孔入射的电磁波在盒子的内表面多次反射吸收，几乎没有电磁波从小孔出射。就好像遥远的建筑物上的窗口看起来很黑的道理是一样的。这样的物体我们都可以看成是黑体，含有烟煤、遥远的恒星，它辐射的电磁波和反射的电磁波相比很多，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们当成是黑体。因为黑体辐射的电磁波的强度随波长的分布只与黑体的温度有关，那么这有很强的利用价值。因此呢，在历史上科学家曾经一度特别重视对黑体辐射的研究。让我们把时间回到19世纪末，了解一下黑体辐射研究的历史背景。19世纪物理学飞速的发展，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力学方面，牛顿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力学体系。电磁学方面，我们又建立了一个能够推断一切电磁现象的麦克斯韦方程。另外，科学家还找到了力、热、电、光、声等都遵循的物理规律，那就是能量转化和守恒定律。许多物理学家都沉醉于这些成绩和胜利之中，他们认为物理学已经发展到了顶峰。1900年，英国皇家协会的新年庆祝会上，物理学家开尔文充满自信地说，科学的大厦已经基本完成，后辈的物理学家只要做一些零碎的修补工作就行了。只是在物理学晴朗天空的远处，还有两朵令人不安的乌云。这两朵乌云，其中一朵就跟我们今天了解的黑体辐射有关，那就是黑体辐射与紫外灾难。那么同学们，什么是紫外灾难？科学家在研究黑体辐射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人们称之为灾难呢？大家呢可以去学习任务单中阅读我们在任务单中有的阅读材料，回答这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当时人们为什么要进行黑体辐射的研究？第二个问题，科学家试图用经典理论解释黑体辐射实验规律时，遇到了什么困难？什么是紫外灾难？同学们可以先阅读，试着去回答，然后我们大家一起那么来进行交流。先看第一个问题，当时人们为什么要进行黑体辐射的研究？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冶金工业的发展，而冶金工业对高温测量技术的需求以及天文学等方面的需要，大大地推动了人类对黑体辐射的研究。通过精确的实验测量，科学家们得到了如图所示的黑体辐射的实验规律。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温度的升高，黑体辐射辐射强度越来越大，而且辐射强度的最大值向短波方向移动。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科学家总是试图用已有的理论来解释新的现象。在当时，很多科学家依据经典的热学和电磁学理论，寻求黑体辐射实验规律的理论解释。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科学家试图用经典理论解释黑体辐射规律时，遇到了什么困难？
什么是紫外灾难。当时很多科学家试图给出黑体辐射规律的理论解释，但都没有成功。其中英国物理学家瑞利也给出了他的理论解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这个图中，黄色的圆点代表的是黑体辐射实验规律的测量值，而黑色的虚线代表的是瑞利的理论曲线。从这个图像中，我们不难发现，在长波范围内，瑞利的理论曲线和实验基本吻合，但是在短波范围内出现了严重不符。不但不符，同学们还可以发现，当波长很小时，理论曲线得出的结果是辐射强度是无穷大的，这显然是很荒谬的。这被称为是物理学经典理论的灾难。因为这个完全不符出现在紫外波段，所以这个灾难称之为是紫外灾难。为了得到和黑体辐射实验值相吻合的理论曲线，德国的物理学家普朗克进行了多次的尝试和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他不得不承认，微观世界的某些规律在我们宏观世界看来是非常奇怪的。如果我们要解释这个现象的话，那只有一个出路，就是认为电磁波的能量不是连续的，而是一份一份一份的。1900年，普朗克做出了这样的大胆假设，震动着的带电微粒的能量只能是某一最小能量值 E 的整数倍，例如可以是 E 或 2E、3E， 这个不可再分的最小能量值我们称之为能量子，它的大小是 Hν， Nu 是电磁波的频率， H 是一个常量，后人称之为普朗克常量，其值大约是 6.63 乘以10的负34次方焦耳秒。这就是我们说的普朗克的量子化假说。在这个假说中有两个相对立的概念，一个是连续，一个是量子化。那么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实例来区别连续和量子化这两个概念呢？同学们可以想一想，单摆在摆动过程中，由于摩擦阻力的作用，能量逐渐减少，这个过程能量的变化是连续的，而人是不连续的。我们可以说一个班有35名同学或者30名同学，但是我们不能说一个班有 35.2 名同学。这种供行人行走的坡道和楼梯，对于坡道来说，高度的变化是连续的，而对于楼梯来说，高度的变化是不连续的。我们可以上一个台阶或者两个台阶，但是我们不能上 1.5 个台阶而停在那里。这就是连续和量子化这两个概念，同学们还是要注意区别。借助于量子化的假说，普朗克得出的黑体辐射的理论曲线和实验符合的非常的完美。大家可以看，按理说这样的结果普朗克应该非常的高兴，但是他没有，不但没有，而且他还感到非常的恐慌。因为在很长的时间内，不仅是物理学界，甚至是整个科学界和哲学界都认为一切自然过程都是连续的。伟大的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兹这样说，自然界不会突变，如果要对此提出疑问，那么世界将会出现许多间隙，这就迫使我们要祈求神灵来解释自然现象了。间断性同科学格格不入，
正是这样的信条使普朗克感到非常的害怕。他对自己的儿子说，我的发现要么就是荒诞无稽的，要么就是牛顿以来物理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普朗克的发现是划时代的大发现，打破了以往一切自然过程都是连续的这样的经典定论，首次向人们揭示了自然的非连续本性，为物理学的又一次飞速发展指明了方向。当然，一种新的思想、新的观念，要想被人们接受是需要时间的。最早认识到能量量子化概念的意义以及它的正确性的是年轻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19世纪，另外一种现象也困扰着当时的物理学家。人们发现，当光照射到金属表面时，金属表面会有电子溢出。这种现象人们称之为光电效应现象。经典理论不能解释光电效应现象。为了解释光电效应现象，1905年，德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把普朗克能量子的假设进行了推广。他指出，普朗克的观点是不彻底的，仅仅认为电磁波在吸收和辐射时才显示出不连续性是不够的。实际上，电磁场本身就是不连续的，也就是说，光本身就是由一个一个不可分割的能量子组成的。频率为 nu 的光的能量为 h nu。这些能量子后来呢被称作是光子。爱因斯坦的光子说成功的解释了光电效应现象。另一位把量子化假设向前推进的是丹麦的物理学家波尔。19世纪末，人们在研究原子结构时发现，各种原子的发射光谱都是线状的。如图所示，这种现象无法用经典理论来解释。我们在初中化学课上学习过，原子的结构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构成。电子在核外高速的运动，这种运动会不断的向外辐射电磁波，这个过程是连续的。也就是说，那么原子可以向外辐射各种频率的电磁波。那也就是说，那么我们得到的原子光谱应该是连续的，而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原子光谱则是分立的。为了解释这个现象，1913年丹麦物理学家波尔指出，原子的能量是量子化的，这些量子化的能量值叫做能级。大家可以看，这就是我们给出来的三个不同能量的能级。一般情况下，原子处在能量最低的能级，这个是最稳定的。那么处在高能级的原子不稳定，会自发地向低能级跃迁，在这个跃迁过程中会释放光子，而释放出来光子的能量等于前后两个能级的能量差。因为能级的能量是不连续的，所以释放出来光子的能量也是不连续的。那么因此，这就解释了原子发射光谱为什么只有一些分立的量线。波尔的能级假说很好地解释了氢原子的线状光谱，进一步发展了普朗克量子假说，那么也为人们接受量子化的科学观念又提供了一个证据。正是在不断的实践检验证明的过程中，量子化的观点才逐渐地被大家接受和认可。那么同学们，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这节课我们学的量子化观点的发展过程。
1900年，为了解释黑体辐射的实验规律，普朗克提出了能量子的假说，开辟了物理学的新纪元。他因此获得了191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1905年，爱因斯坦为了解释光电效应现象，提出了光子假说。他因此获得了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1913年，波尔提出了能级假说，成功地解释了氢原子光谱的分立性。他因此获得了192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光子和能级这两个假说的提出，深化了普朗克能量量子化的假说。量子化的观点逐渐被人们认可和接受，但是科学研究并没有结束。科学家发现，这些成功的理论都跟一个量有关，那就是普朗克常量。这就预示着这些理论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紧密的联系。正是由于科学家敏锐的洞察力和锲而不舍的科学精神，20世纪量子力学诞生了。它不但可以很好地描述微观世界的运动规律，并在现代科学技术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课后阅读我们推荐的学习资源，了解什么是量子力学，以及它和我们丰富多彩的现代生活之间的联系。同学们，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再见。同学们，大家好。上节课我们已经完成了必修课程最后一章的学习，今天我们对这一章进行复习。复习课我们将从以下三方面展开。首先，我们将梳理这一章的知识结构与逻辑线索，然后我们会整理在这一章学习过程中涉及的重要的思想与方法，最后在具体的问题情境中进行知识和方法的应用与实践。下面我们首先进入第一部分，知识结构与逻辑线索。这是这一章的目录，同学们首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在这一章学习过程中的逻辑线索。首先，我们在初中学习磁场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了电流产生的磁场，并且定义了磁感强度、磁通量等物理量来描述磁场。第三节，我们在初中学习电磁感应现象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电磁感应现象产生的条件，了解了电磁感应现象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通过这些学习，让我们体会到电与磁之间是有紧密联系的。麦克斯韦将这一认识进一步发展，提出了电磁场理论，并且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第五节的学习中，我们了解了普朗克的能量子假设，这是对电磁波在空间中传播的特性的描述，这就是这一章学习的线索。这一章的学习涉及很多知识点，下面我们尝试来梳理这些知识点之间的联系。这一章学习的前半部分，我们是围绕磁场展开的。磁体和电流都能产生磁场，因此它们可以通过磁场产生相互作用。为了描述磁场在空间中的分布，我们引入了磁感线这种形象的工具，并且定义了磁感强度、磁通量这两个物理量。闭合导体回路的磁通量如果发生了变化，就会在回路中产生电流，这就是电磁感应现象。电流可以产生磁场，磁场的变化又可以产生电流。在这两个事实基础上，麦克斯韦提出了电磁场理论，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赫兹通过实验证实了麦克斯韦的预言。电磁波在空间中传播的过程中，
波速、波长、频率满足的关系是 C 等于 lambda 乘以 F。 普朗克在对黑体辐射进行研究时提出了能量子假设，认为电磁波传播过程中能量是一份一份的，每一小份能量叫做能量子，其大小等于普朗克常量乘以电磁波的频率。那么在这里 F 和 nu 都表示电磁波的频率，电磁波的频率范围很广，按电磁波的波长或频率大小的顺序把不同种类的电磁波排列起来就是电磁波谱了。不同的电磁波由于波长和频率不同，因此具有不同的特性，在生产生活中有不同的应用。我们在梳理这一章的知识点的过程中形成了这样一幅图，用简单的线条和箭头，我们把知识点之间的联系表现了出来。细心的同学一定发现了还有一些知识点我们没有梳理到，比如说表示电流方向和磁场方向关系的安培定则，再比如说磁感强度和磁通量的具体定义，电磁波谱的组成等等。由于篇幅所限，这幅图确实没有涵盖这一章所有的知识点，同学们课后可以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进一步补充完善。总的来说，这一章我们研究了两个问题，一是对磁场的描述，二是电与磁的联系。那么在这些问题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学习了哪些方法，形成了哪些思想认识？下面我们针对重要的思想方法进行总结。首先我们来回顾研究和描述场的方法。对场的研究我们已经很有经验了，我们生活在重力场中，第九章学习了静电场，这一章又研究了磁场，我们可以尝试着将这些经验进行总结。第一个问题，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如何来检验空间中存在某种场？落向地面的苹果揭示了重力场的存在，带电小球旋线的偏移检测出静电场的存在，而检测磁场可以借助小磁针和通电导线。这些方法的共同点是什么呢？不难归纳，我们都是利用了某种物体在场中受力来检测场的存在。有质量的物体会在重力场中受到重力作用，电荷在静电场中会受静电力的作用，而小磁针和通电导线在磁场中会受到磁场力的作用。场会对特定的物体产生力的作用，这是场的特性之一。那第二个问题，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如何描述其在空间中的分布情况？为了形象地描述静电场在空间中的分布，我们引入了电场线。同样，为了描述磁场在空间中的分布，我们引入了磁感线。在静电场和磁场中，都是用线条的疏密来表示场的强弱，用线条上每一点的切线方向来表示这一点场的方向。那我们是否可以来描绘重力场线来表示重力场的分布呢？同学们试一试。有同学画出了这样一幅图，他的想法是这样的，将物体所受重力方向规定为重力场的方向，根据重力方向是数值向下的，可以推断出重力场的方向也是数值向下的，因此用向下的线条来表示。此外，在小范围内可以认为同一物体在各处所受重力是相同的，由此可以推断出重力场是均匀的，因此用平行等间距的线条来表示。你同意他的观点吗？是不是觉得他的想法挺棒的？我也觉得他的想法非常棒，他把在静电场和磁场中学习到的方法迁移到了重力场中，完成了对重力场分布的描述。也有同学提出了疑问，如果我们把研究的视角扩展到更大的范围，比如整个地球，又该如何用线条来描述重力场的分布呢？你能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吗？
其实沿用刚才的思路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物体在地球各处所受重力的方向都是竖直向下的，只要把地球各处的竖直向下的方向描绘出来就可以了。考虑到同一物体在地表各处所受重力大小几乎相同，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均匀地描绘线条。我们发现这些线条是呈辐射状的，这符合地球重力场分布的特点吗？根据万有引力定律可知，同一物体离地表越远，万有引力越小，重力也就越小。因此，辐射状的线条可以反映离地表越远，重力场越弱的情况。看来，用线条描述场的分布确实是一种简便直观的方法。除了用线条描述场的分布之外，我们还定义了描述场的强弱的物理量，电场强度和磁感应强度。这两个物理量的定义有什么共同之处？首先，从定义的形式上看，都是用物理量之比来定义新的物理量。此外，定义中都涉及到了力，也就是借助物体在场中受力的大小来量度场的强弱。那你能不能模仿电场强度和磁感应强度的定义，定义重力场强度来描述重力场的强弱？有同学给出了这样的答案，你同意他的观点吗？对于这个解答，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要用重力与质量之比，而不是重力与其他物理量之比呢？这位同学是这样解答的，他说，试探电荷的电荷量是影响它受静电力大小的因素之一，而静电力与电荷量之比就与试探电荷无关了，可以反映静电场的性质。同理，通电导线的电流和长度是影响它受磁场力大小的因素，而 F 与 IL 乘积之比则反映磁场的性质。物体的质量是影响它受重力大小的因素，重力与质量之比与物体无关，可以反映重力场的性质了。这位同学对用物理量之比定义新的物理量的方法的理解是非常准确的。在这一章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回顾了人类认识电与磁之间联系的历史。奥斯特的探索起源于他对电和磁之间存在联系的坚信，法拉第的研究是基于奥斯特发现的电流的磁效应的对称性的思考，而麦克斯韦的工作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电和磁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在电和磁之间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他的理论认为，变化的电场和变化的磁场总是相互联系的，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的电磁场。三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推动了电磁学的发展，加速了人类进入电气化时代的步伐。每一位科学家的研究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支持着他们坚持不懈的探索的动力是，他们坚信自然事物之间存在联系，自然规律具有统一性、和谐性，电场和磁场具有对称之美。通过这一章的学习，同学们也一定感受到了电场和磁场的对称之美。其实，自然界中也存在很多具有对称性的现象，你能不能试着列举一些？有同学想到了雪花的结构、蝴蝶翅膀上的花纹、景物和湖水中的倒影、月相的变化。相信类似的例子同学们还可以举出很多。我们看到，小到雪花的结构，大到天体的运动，静态的景物，动态的生物，到处都有对称性的表现。这些美好的自然现象就是科学家坚信自然规律具有和谐性的灵感来源。在这一信念的支持下，科学家们不断地探索自然事物之间的联系，寻求纷繁的自然现象背后简洁和谐的自然规律。
随着对物理学学习的深入，同学们对这一点的体会将会更加深刻。物理模型是科学家表达对自然理解的一种方式。这一章中的安培分子电流假说和普朗克能量子假设，就是科学家在尝试解释自然现象时建立的模型。这些模型对我们来说可能很难想象，但是只要它们与实验结果一致，它们就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正确地代表研究对象。比如，安培分子电流假说很好地解释了磁化和退磁现象。借助能量子的假说，普朗克非常好地解释了黑体辐射的规律。尽管如此，大家可能还是觉得难以接受这个模型，这也是正常的。人类对于自然现象及自然规律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因此建立的模型也会不断改变。当一种模型不能解释新发现的现象时，就意味着可能需要新的模型了。而新的模型要为人接受是需要时间的。例如，人类对行星运动规律认识的历史，经历了从托勒密的地心说到哥白尼的日心说，再到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这一系列的模型演变过程。在我们现在看来很容易理解的日心说模型，为人广泛接受，不仅仅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还经历了残酷的斗争，甚至有人为此献出了生命。那回头来看能量子假设，它之所以难理解，是因为它所表达的是科学家对微观世界的理解，与我们日常观察到的宏观现象的表现是不同的。在后续学习中，我们还会深入研究微观问题。等我们对微观世界了解的更多以后，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能量子的观点了。下面我们进入应用与实践环节，用这章学到的知识来完成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如果你是物理老师，这是你要上课的实验室。站在教室后方，面向讲台，向前的方向为东，向左的方向为北。今天你要为学生演示奥斯特实验。为了让实验现象更加明显，你会如何摆放仪器？这里有两种方案。方案一，导线沿南北方向放置，小磁针置于导线下方。方案二，导线沿东西方向放置，小磁针也是置于导线下方。这两种仪器摆放的方式，你觉得哪种更好？为什么？带着你的想法，我们依次看看这两种方案的实验现象，检测一下你的想法对不对。我们先来看方案一，导线沿南北方向放置。闭合开关后，导线中通有由北向南的电流。我们观察到小磁针发生了偏转。我们再来看方案二，导线沿东西方向放置。闭合开关，导线中通有由西向东的电流。我们观察到小磁针没有偏转，这是为什么呢？分析一下电流产生的磁场的情况，也许可以找到答案。先看方案一，我们选择由西向东的视角，绘图表示电流产生的磁场。导线中通有由北向南的电流，根据安培定则可知，电流产生的磁场方向在导线下方是向东的。在平面图中，我们用垂直于屏幕向里的方向来表示。开关闭合前，小磁针 N 极在地磁场作用下指向北。开关闭合后，小磁针所在位置增加了电流产生的磁场。我们看到，在电流磁场的作用下，小磁针 N 极向东偏转。我们可以用相同的方法来分析方案二，请同学们先自己尝试。有同学也绘制了由西向东看的平面图来表示电流产生的磁场。根据他的判断，
导线下方的磁场方向是向北的。开关闭合前，小磁针 N 极指向北，开关闭合后，小磁针所在位置所增加的电流的磁场方向也是向北的。很显然，小磁针不会偏转。通过对比和分析，我们发现方案一的实验效果更好。如果你不清楚实验室中的方向，也可以先摆放小磁针，待小磁针稳定后，再沿着磁针的指向去摆放导线。在完成第一个任务的过程中，我们用到了重点知识有两个，一是地磁场的分布特点，二是根据安培定则来判断直线电流的磁场方向。第二个任务是观察实验，尝试解释实验现象产生的原因。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实验装置。横梁左右各有一个铝制的圆环，下面这是支架，横梁可以绕中间的支点转动。先将条形磁铁的一极插入右侧圆环，请大家观察现象。再将磁极远离圆环，你又看到了什么现象？我们再来看一遍。在实验中，我们观察到了，当磁极靠近或远离圆环时，横梁发生了转动。那么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呢？如果你没有思路，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前面课上做过的这个实验，看看对你有没有启发。在这个实验中，我们观察到了磁极插入和拔出线圈的过程中，在线圈中产生了电流。我们知道，这是因为磁极插入拔出的过程中引起了线圈中磁通量的变化，因此在线圈和电流表组成的闭合回路中产生了感应电流。那同样的，当磁极插入拔出铝环时，也会引起铝环中磁通量的变化，进而在铝环中产生感应电流，而磁体对电流会产生力的作用。这样我们就找到了横梁发生转动的原因了。细心的同学一定发现了，横梁左右两侧的圆环是不同的。左侧圆环有一个缺口，也就是左侧圆环不是闭合的。如果用左侧圆环进行实验，还能产生与右侧圆环相同的实验现象吗？同学们在课后可以先尝试进行理论分析，再用实验进行检验。在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中，我们用到的重要知识有产生感应电流的条件和磁体对通电导线会有力的作用。最后，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这一章的内容。我们通过研究电流的磁场和电磁感应现象，体会到电与磁之间是相互联系的。电磁波的发现是电和磁紧密联系的有力证据。能量量子化是对电磁场特性的描述。通过这一章的学习，我们不仅对电与磁的相关知识有了更加丰富、更加深入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向科学家学习了认识自然、探索自然规律的思路，那就是相信自然规律的统一性与和谐性。在后续学习中，同学们可以尝试着从这样的思路去认识和理解自然。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